接地气啦。对对对，看嘛是较有亲和力的一首歌。而且吼，佫是老少咸宜吼，大家拢足爱的歌曲安尼啦吼。啊，咱的小朋友，咱真好听歌呢吼。啊，摆一首安尼大众化的歌曲，老少咸宜的歌吼，吼咱的好朋友来给咱做分享。来一首咱的轻松老的歌，今天来给咱做带动。芒果花、山羊花来送给大家哦吼。来，啊，即马第二首要安排什么无同款的歌？要去安排苏联的新歌，你敢知？啥人知啊？那个，还有一个爱你的新歌，啥人知嘛？别卖听嘞。哎，那个好像张秀清，他好像是很男女合唱的，可是可以一个人唱。我知道。对对，你很好听。有啦，有你啦，哎，有你，哎，你看到家己的影了了。哎，真不好意思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不用跟他抱歉，没关系。我老师给你个荣幸。有啦有啦，哎，他刚刚嘛是荣幸哎。有啦。是你无感受的呀。都在来临，有时多对你好，为了有时没的安排，思念你心好听，原来是大家拢会做家己的歌曲啦，吼，哎，这个
条歌其实也蛮久的，对，足久的歌，啊，但是吼，嘿，啊，咱唱拢袂听了袂生的是，哎，真的，啊，我其实这条歌无特别哦，可是还能存，你就会耳熟能详，这样子，哎，好像有点印象，然后就唱了看，他就唱的，觉得唱的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唱的还可以啊，对。我那边歹听也一首歌对啦吼，我那是咱的老少咸，你袂感觉唱这条歌吼，会拍拖的机会足济吗？会很多很多吼。我忘记在哪里，结果那一天。